我一开始就跟你讲，这江中人啊，伊是绝对有问题啊。哪有可能讲伊是江德成的养子？结果真正两步起来拢袂晓。这边啊，今天啊，佫有一连的代志啊，绝对是咧变鬼变怪。爸，你莫这样激动啊！阿姨就讲啊，伊只是咧药，即马无任何证据啊。对啊，晴天迄条，当然还确实是有在场啦。啊，不过一连迄件代志，伊无在现场啊。重点是，因某甲因后生有在场啊。你若知伊是用什么方式接多少人的啊？朱丽萍，你毋是因为你的心内对伊有哪有怀疑，啊，找无人通参详，才来找我啊？啊，即摆是安怎？你又开始咧替江中人讲话啊？哎，无你当作这是去隔壁共借盐，还是去借导游遐尔简单哦？都反呢，人要伫咧现场避鬼，迄都已经足困难啊，何况是借刀杀人，更加困难百倍。都爱有足深足深的导游才有法度。所以你即摆到底是相信江中人，还是？怀疑江中人啊！我怀疑，阿哥嘛有相信。哼！小雨，你请出国啊！你过检水较济，华人嘛较济，你来替恁阿姨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有怀疑阿嘛有相信？哎呀，爸，真明显啊！阿姨就是无得解释疑点。你这样也矛盾。哦，你是啊？你看我以后要创啊啦？伊是帮你不帮亲，无唔对。这代志我确实是有怀疑甲重要关系啦。不过我认真甲想想的，伊甲江道成相处才半年呢，伊哪有可能有遐尔啊深的仇恨？这款大事间无法度家己试验啊！我无法度，啊，不过若是阮爸伫个，伊一定我都知影。你的动作吼，化解我心内的疑问，安尼好无？咱就甲试者，看伊是毋是啊，真正袂晓怎什么阴阳道法，甚至是邪门歪术啊！若是证实讲伊真正袂晓，安尼嘛拄好还伊一个清白啊！安尼以后我的嘴绝对塌起来，我看到伊绝对袂过个假啊！妈受力啊！都跟你讲，这种白无用的啦。小心无事稳啦！而且我嘛跟你讲过啊，万一伊若真正拢无什么怪怪，我就准拄说，我袂搁讲啊。我应该是头壳歹去，才会跟你直接误坐。你当作这是办公会啊？是无说你，囡仔无好物件呢，我会带呢。你会带？哦。你较早乌白断人的风水的时阵，你还佫感觉家己真牛呢？你即摆真正有牛啊！你煞颠倒无爱乌白母啊？嘿呐，我一边都惊着安尼用的无？哎呀，俗语讲哦，唔捌就袂惊，真捌就真惊。阿姨就知影这化疗厉害，才这样小心谨慎。你搞安怎听哦？你赶快来试探江中人啊！啊，我万一有一天哦，晴天甲伊人啊发生什么代志哦，你才大咧后悔讲，你明明都有保险，怎样唔抽出来甲因保护？迄个人全拢袂活。小偷破脚来得，南方进军，移山换境，急急如律令。开！
先生啊，门票拿起哦。不是，咱是不是搞过头？我会记你到富桥上是伫迄那边呐。哦，可能是咱讲话受过专心啊，搞过头啦。哎呀，谁烦恼了啊？这样尔，行。哦。去大王啊！哎，咱来练球呢。打大王那要紧啊！啊，哦，去。爸爸，嗯，奇怪呢，这条路今天你要走个无可能是行过头啊！我会记你到的富球场是伫那边啊，就已经行回头了啊，那还回来吃了。哎，我是在糊涂啊，是吗？爸，不是不是，这条路今天你要坐个，无可能调回头。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嗯，好，咱回头，看看是不是搁坐转来。这条路第一的，哪有可能搁行回头啦？哦，你嘛莫名其妙呢。你怎么直接话母较大？看是不是有在条较破？啊？真的啦！红砖石头铺就在地，南方真君移山换境，急急如律令。啊，爸，你看啊，你看这球，哎呦，这附近就是练习场啊，有那球真正常的啦。这是我拄啊放伫遮个球啊，这是我的球呢。啊，唔对啊，咱石头要就直直行，直直行，照道理讲是愈行愈远，哪有可能搁石头转来？哎呦，有影呢！咱刚是拄到迄个鬼杂咯。嗯，那安尼，啊是要安怎？可能是想犯着什么魔神啊？嗯，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咱心心哦，甲拜一下，叫神明来做主啊！哦，哦，来来，去去去去！哦，天地神明啊，地主拄只可能无说你去想犯着啥，哎，当家恁做主哦，叫因大量有大量，卖甲阮计较。等一下哦，我另到迄个土地公庙哦，做一寡功德给因。哦，拜托哦，拜托拜托拜托。是啊，你有翻译无？嘛无关你，你只是阮只个导游尔，你无闲感觉讲哦，厉害的所在伫个倒位，你哪有可能变出真功夫来？你是要偌厉害？刚刚就爱变成幻觉幻影，甲因惊死哦！拜托嘞，这唔像你讲遐尔简单啦，要处理这款代志，迄事先爱偌济准备，你知影无？你敢无想过，凡是工中呢，伊是跳过头啊，你假唔知啊？上好是跳工假唔知啦。拜托的，你叫那亲手一直跟在他后面偷袭，你敢有说什么奇怪怪的话？无嘛。就算我跟你拜托啦，你若真正袂失手，唔通在这个时阵来给我后脚呢？我哪里死做啦？除了五年前，你卖出阿元的血以外，让我给移动下来，这几年来你要所做什么代志，我拢有在你，我拢无管你呢。阿官的代志，我唔是甲你回过死的啊！反正哦，我就是歹听话讲真情啦，我唔准你去动阿官啦！伊是咱鹰团老人唯一的献媚。你讲这话，敢那袂输你一人要见阿官啦？同款，当初我放偌济期待到希望，在鹰团身上。不是，这少年就想着白天寂寞。
你嘛是会晓，化敌显命，当回在老爸，拢无法度救伊的命。咱两个老的，只有一个当送去石山头。来忍受着挂断的疼，英团明明是一个真善良、搁真孝心的囡仔，若毋是讲天机倒起，天公伯啊，伊无理由就来是甲带走。你是嘛？双生公讲出你心内话啊，对无？你这么多年来已经投胎忘恩我。你认为讲是我把印团害死的？当初我是拼死命想要甲救回来的，我不甲家己还吐血，无都继承，啊是无都甲命救回来，伊就替我面头前睁开啊！你敢不知影迄时阵，我不是挂钱长尔呢？迄鬼人哦，鬼人命讲要搬去啊！你敢不知影？你拖一个哥哥，为个人生，为个希望呢？我敢有怪你？我今仔日下过讲起这个代志，就是要提醒你，绝对袂用甲我顶当阿官。你嘛无希望我对不起在天的英团。你莫老是讲你爱用真心实意，我都来相骗伊。你规暝嘛是爱去阴间改气面，可是你莫老向你为后事交代的，你莫老甲讲，阿你甲解释的。水，我唔只想讲，甲文瑶，阿我阿我上错堆啊，因两个哦。因两山嘛，因两结婚哦，多子多孙的命，有囡仔了，代志唔着解决啦。叫你你，你想要甲彭彩霞斗三工，伊可能破坏咱计划呢。去看卖，我即摆老了的时间敢会等的啦？这件代志是个意外。以后，我会顺从这两个囡仔因的意思去做，我袂过来给你添麻烦啦。你这么是安怎？你头壳疼死？这对世界两无不计使话歹代志，我头哪会袂疼？是的啦。我现在的精神哦，一天比一天歹。我得抢时间，把所有代志都准备好。妹子，你得给我倒三缸。